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的执着。尖叫声！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人生地方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是梦想者联盟。谢谢，再次来感谢我们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者艺文推广协会啊所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再次热情的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把时间交。